Hello， 大家，我是菲律宾的探索者，每天带你探索菲律宾呐、啊！好不好奇？下面台风过后，下面是怎么样的？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啊，兄弟们，现在是下来下面了，接下来我就不出镜了。我给你们看看这一个现在台风天过后菲律宾的样子啊！卖水果的还是在卖水果，这个很开心啊！再让他再跳一下。马萨亚吧。OK 啦，你把车要我拿过去背啦，我来背啦，我来背啦，真啊各位，哦，啊，他很开心啦、啊，然后他说他没钱啦、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台风天过后现在是没有了，每个人呢该干嘛还是在干嘛有没有？那你们可以呢，现在啊这个又要叫我过去给他拍下来拍一下，炸药，炸药 ，OK OK 啊。那叫他跳，他不跳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圣诞节快到了啊！菲律宾的话呢，我天天在外面拍摄，都不知道飞手机什么时候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兄弟们不跟你开玩笑的。圣诞节呢，现在呢，大街小巷有很多人没钱过节日的，所以说我拿着手机，我这把手机比较贵了啊，毕竟牌面一定不能输啊。那么呢，在圣诞节的时候呢，你们可以看到了菲律宾的大街小巷呢，都会唱着一些歌。那首歌怎么唱的呢？我给你们唱两句，我也就只会两句啊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,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, a Happy New Year， 大概是这个样子了。接下来呢，你看也有警车在巡逻，我们呢进去里面看一下。现在呢是已经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啊，我们进来去这里面看一下，一镜到底，让你们体验一下啊。菲律宾现在台风，昨天的台风是非常的大，我跟你讲，那种是暴风雨。啊，我不知道我的手机什么时候没有，但是 不管它，不怕啊。咱们光脚的，一句话怎么讲？光脚的，咱们不怕穿鞋的啊。今天带你们来扫街啊，一镜到底，来熟悉一下菲律宾这个疫情过后，你看，每个人是时刻准备的。谁叫我？啊，都不是他在叫我，气都给你气死掉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啊，菲律宾人很喜欢拍照。你干嘛都弄沙药吧 ？OK 的，跟我打个招呼就不理我了。你说这是什么回事啊？我们再走过来去看一下。每个人呢不会因为台风呢就想着啊休息一两天，他们呢更想的是台风过后要为了生活去努力。昨天下着狂风暴雨，今天每个人都照常生活了。你说他们难吗？其实不难啊。每个人现在这么努力，你看密密麻麻的都是一些人，有没有？真的真的，昨天刚下了很大的暴风雨。你看都满满的，全部基本都有开，兄弟们啊，基本都有开。所以你们可以看见现在这里的生活大家是多么的困难，你们可以想象得到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台风天，那么你说是吧，我们还会想休息两天，但是马上过，全部人都在为生活努力着。他们到底懒不懒？评论区留言一下，兄弟们。真的是生活没办法啊！我们再走再去看看，今天给你们一镜到底。卖袋子的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卖袋子的是传统的职业啊，很开心啊！哈哈啊，你看他朝我笑一笑啊！啊，接下来我们去那一个教堂那边看一下啊。兄弟们，有没有看见很多人现在啊？每个人都很自觉的在排队啊，有没有？距离都是安全距离，兄弟们啊！你们现在了解了暴风雨过后的菲律宾了吗？我是菲律宾的探索者，每天带你探索菲律宾了啊！